视频开始，我们来玩个小游戏。问：有一只狼来到了北极，不小心掉到冰海中，被捞起来时变成了什么？都说这外国人作死界中就属印度小哥们的胆量最大，为啥这样说呢？什么防护用具都没带，直接徒手拿着一把电锯就对着煤气罐来了一顿骚操作。瞧瞧这火花又带闪电的，光是看着就让人畏惧。甚至还有印度小哥拿着煤气罐从45米高空扔下来的，哐当一声，煤气罐被砸在地上，弹来弹去像是一个弹弹球。印度小哥们看得笑哈哈，可把我们这一群吃瓜群众们看的那是心跳加速，心里一紧呢。转头这印度小哥又发挥了脑洞，竟然要用液压机来挤压煤气罐，二话不说就把煤气罐放到了液压机下，随后按下了开关键，液压机则不断的下降，往下一压，这煤气罐就扁了，还没用到一成的力，这原本胖鼓鼓的液压机就成了一块的铁片，完全找不到当年的风范。好在这些老外没有被冲昏了头，用的都是一些无气体的空煤气罐。